论是炫目的名枪，还是丢人的案件，都是你的拿手好戏。近身搏斗不是远射火力，压制不是专业。过来。不需要千军万马，只用刀锋剑影或是炮火全开，我便能赢下战争。是男人，就必须直面每一场战斗。我即战场先锋。不需要千军万马，只用刀锋剑影或是炮火全开，我便能赢下战争。战争从未改变，却又改变一切。它让我们丝毫没有准备，毁灭了文明的象征，带来了灾难、杀戮、恐惧，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，但它永远无法摧毁团结的意志。百年之后，万物复苏，再次回到这个熟悉陌生的世界。为了种族存续与文明复兴，我们必将排除万难，勇往直前，直到有一天。情况紧急，保持攻击压制，他就是永夜。不要再聊天了。哦。这军团只是永夜军的七大军团之一，真不知道以后还有什么等着我们。
如果不能驱逐这些永夜军，后续从避难所撤离的人就危险了。这片区域不被掠夺殆尽，这些永夜军必须被驱逐。为了保护这片区域不被掠夺殆尽，这些永夜军必须被驱逐。13号避难所是个专门培养特种人才的，比如我。永夜军的成员都是一些经过自杀身体改造的亡命之徒。军的成员都是一些经过非法身体改造的亡命之徒。军的成员都是一些经过非法身体改造的亡命之徒。
不是我太过自信，不信他就不会。不会。海滩上的永夜军都是坐船来的，他们的据点一定在不远处。Fight!